嫂陈慧玲。巴蒂在8月10日以评判身份与环亚美神大赛香港2018的12位参选佳丽见面，跟他们分享健美瘦身的心得。话说因为自己老公出轨，陈慧玲受到广大网友同情，而进一步发展成网红，现在出镜率比老公周卓华，人称洗米瓜，还要高。去年陈慧玲决定原谅老公，两夫妻和好如初，多次合体出席活动。虽然他们极少公开秀恩爱，但他们复合的整个过程港媒都有报道。据悉周卓华除了花时间陪伴太太与子女之外，也不断支持太太的生意，只要陈慧玲想投资一门生意，周卓华就无限量提供资金，而且还将自己名下的店铺给太太使用，让陈慧玲省下好大一笔租金。前段时间陈慧玲开网上花店，周卓华亲自到场为太太打点一切，两夫妻十分恩爱，陈慧玲似乎接受了事实，不再抗拒小三 Mandy 的存在，而周卓华照顾太太情绪，每个月飞到英国看望 Mandy 与三个子女，尽量低调，不让 Mandy 上娱乐头条。洗米嫂现在生活得越来越开心，相信她只要看不到 Mandy 心情就会很好。陈慧玲还在活动上高调告知媒体，他们全家在8月11日出发到俄罗斯旅游，而老公周卓华也会一起去。她强调这是家庭暑假游，老公肯定不会缺席。